比咱的名画吼，伊指定的一首歌曲，他说一定要帮他说出来。这条是伊要送给因某，那就是议会的歌曲，这一首很重要的一首歌，张三的歌。听讲当初是去用议会，其实用这条歌，议会才点头答应的，不是嫁给他，是当他女朋友啦。听说的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来安排这条张三的歌。各位啊，其实掌声对我们来说真的不是很重要。谢谢啊，掌声越多，祝福就越多。